原标题，她出身青楼，嫁给这位上将后成为人人敬重的广东之母。历史客栈昨天介绍了广东军阀陈济棠，在他的经营下，广东一省富可敌国。今天再来看看他的妻子莫秀英，其经历比陈济棠更加传奇，在广东的作用也非常重要，以至于当时的广东人只知道莫秀英而不